你说什么不让我住？分明是来收拾东西走人的。正好有些事儿可以先解决一下。苏萧然，我们聊一聊吧。 苗苗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聊的吧？苏萧然，我真的爱映琛，你把他还给我吧。什么叫还给你？我和封映琛结婚的时候，你们还不认识呢，他怎么就成你的了？我知道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但是感情这种事情没法用先后来衡量啊。我真的爱他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周苗苗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 苏萧然，救命！我现在就来救你。苏萧然，你也太狠心了，明明知道苗苗不会顺天往下推。萧然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就因为映琛喜欢的是我，你嫉妒？ 所以要推我吗？不是我干的，不是你干的，难道你说是他自己跳下去的？周苗苗，我真是小看了你，为了得到封映琛，竟然对自己这么……你这是蓄意谋杀，还诬陷别人陷害，我怎么娶了你这样的女人？住手！萧然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还维护他？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我的女人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我都相信他。 封映琛，其实想知道真相并不难。我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封映琛常常不回家。为了防贼，我在院子里安了监控，所以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拍了下来。周苗苗，你不想看看，你刚才是怎么被我推下水的吗？萧然，苗苗，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？我，你就不怕真的出事吗？他肯定是算好你来的时间，他死不了的。 苗苗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映琛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为了让你看到苏萧然的真面目而已。况且我伤害的只是我自己啊！只是伤害你自己，不止吧？原来我那天差点被烫伤，是因为你。映琛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是。周苗苗。 你太蛇蝎心肠了，没有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，滚！萧然，萧然，我不知道周淼淼做了这么多错事，我们和好好不好？封映琛，奸夫淫妇这个词是成对的，少一个都不行。周淼淼固然有错。 但你劈腿背叛婚姻又能比他好多少？我都是被迷惑了呀！别碰他！封映琛，我受够了，我们离婚吧。终于自由了。我送你回去。不用，有我在。 我亲自送他回家。那，一路顺风，注意安全。还一路顺风，怎么，舍不得他呀？堂堂探索号新舰舰长，竟然也会吃醋啊？你多看别的男人一眼，我都会不舒服。 你这占有欲也太强了吧！你只能看我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快上车吧，我快饿死了。呼叫探索号舰长安东，接收指令。舰队获悉您被迫停留地球，已派遣执法员助您返回舰队。执法员来了，什么时候到？